哎呦呦呦，这个是，哎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掌声鼓励。我们第一位要先介绍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慢慢来，够慢来。哦，阿姨急了，还跟我们大家这样打工作揖的拍谁啊呢？先为你打工。打工作揖。我来去做太阳呢，对不对？做太阳，不错不错。看到阿姨，我的气球那也好干呢。是啊。你那无敢讲一个。啊。啊是啊，那拄啊你旅游所拢无，啊拄啊要出来向我扑着，我俩这地摊过来，我惊一个呢。惊一个，没惊，没惊，起码好，大家慢慢去控制秒。无惊无惊，不惊不惊。难怪我那点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别惊别惊哈，秀清呐，就是不用介绍，他最近忙什么啦？他因为这个新唱片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毛起来打歌啦。那对呀、啊，那叫做银是吧？哎，对银。这真要讲银的话，演艺圈他是最银的啦。王口月被烦。有没有王？是吗？月对，王孔月被烦。对对对，当个女人每个月都被烦一次，王孔月被烦。好，那新歌叫做《银》啊，不错不错，好听哈、哦。也不要因为人家这个一头散发，然后呢穿黑衣服，我们就冷落人家嘛，是不是啊？而且不会可怜，他还不知道。对，我每次看到他，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你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、啊。卧槽，我非常喜欢你。卧槽，因为我们家以前有养一只 Coca， 嚯、哦，那个跑起来了，跟他在赶通告来的呀。哎哎，胡阿妹，他后面还有人在讲话。哎胡阿，啊，他就是吃这些宝路才长这么大。坏的东西呀、啊！你看，真的很坏。对，你看那照过来，我都看了几件一块呢。都卡着。哎，最近好不好？最近啊，我就是最近就是在希望我们的灾民会好一点。募款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做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收集一些棉被啊，然后现在已经在收集衣服这样子，所以你们大家只要有旧衣服，都交给我。收集棉被。棉被我已经交去了，现在就是在收集衣服。好。对对，从小孩到大人的。你管你在做的代志，那看了。跟人家都不太一样，但现在灾区好像不太需要了吧？对，要，因为他们房子倒了，他们没有衣服穿，没有办法回去换衣服。嗯，不敢进去。房子倒了，房子是为了要换衣服。你杀都别来，不是拿三点五头，对，衣服埋在里面。对，好好好，那你们三位好好准备了。好，今天的这个考试非常严苛哦，真的，题目都在我的手里，你们一人有十道题目，好吧？答对一题是十分，分数最低的有一个惩罚，好吧？嗯。裸露上半身，八个路跑两圈，可能包括阿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当然有啦。如果我要脱，你就要晒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脱吧，不是这样是太残忍了。对呀。但是宪哥也放过狠话哦，如果三个人同时考一百分，他脱了下半身在八德路跑下半身啊。嗯。那我们今天就叫那个啊，同学啊，帮我们啊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好好加油啦！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名人大会考，来。第一位是我们纪录保持人呐、啊，高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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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不得了，谁能跟你比呀、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十题才拿四题呀、啊！哦，叫 combo， 你这那考驾照要考十几年呀、啊？哎，可是你有驾照吗？我考了两次。你有考了？结果还没过，笔试都没过。笔试，这个一定的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但你要靠你，其实他就讲考驾照有什么困难的？真的吗？对不对？主考官跟他那一两声，没有，都很酷啊，我都很酷，不会写就马上丢回去，这样哦，不会写，那你何必去考？很快就交出去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人家也很快把成绩单丢还给他，对，零分，而且是用揉成一团，啪拿在脸上，都登记打车，太痛。可是我会开车啦，会开车，对，我意思就没有驾照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会开车。你看你现在多紧张，会开车，我只是不知道有公车专用道。啊、而且他还很守规则，嗯，奇怪，那打个洞啊，阿伯那嘛呢，到站他也停下来，他来要上车不哈？啊你囡仔这大汉，你嘛贴专票，啊我去台面路诶，啊你怎啊呢？我们来考试的、欸，考试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的名人大会考，朱友，这个题目马上就来哦，不会的赶快打电话问朋友，好吧，一个开始，好，啊笔在这里。古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是谁啊？你不写就打电话。你看这个，先写。可是我不会呀、啊。第二题，库斯拉爱吃鱼，请问小叮当爱吃什么？没有够哦。你在写什么东西？豆腐。写注音好了，写注音。闭孔大典中一般认为拔什么可以增长智慧？头发碎。好，难怪那个这个。孔庙里面秃头比较多。没有，孔庙里面都是和尚。你们看下面的，谁？董志成，董哥啊、哦。喂，
你好，喂，您的电话将转接语音信箱，并在低声后开。他故意的，他故意换哪？小短音，不能再发了，是good。Your mother is good. Your grandmother is good. 你妈妈看路人。欢迎，谢谢谢谢。093行动电话服务，您所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。没有啊，哎呦啊，怎样？里面有个朋友开机的，空号，再打一次。阿公嘛，想要什么人要甲空卡交朋友？Hello， Hello， 陈志成啊，我是 Billy 啦。谁？你是 Billy。哦 ，Billy 姐，怎么样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在看那个看电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？我最近啊，你还真的让我问他，学姐，你赶快问他。我跟你说，企业怪谈的真是从家里哪里跑出来的？企业怪谈。嗯。企业怪谈英文是什么？从哪里家里的哪里跑出来的？电视机。电视机。好，电视机。谢谢 Ric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拜。哎，问这个啦，古代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少卿。少卿，零九。因为少卿喜欢读书嘛。奇怪耶！哇，这是怎么可能？一切都是命啊！好了，所以现在要是谁接电话，代表他不红不忙哦，好不好？这不知道是谁，这样太残忍了。对呀，因为大家都要假装很忙很红这样。哎，很少有艺人把自己的名单全部打完的。对呀，学姐你又是第一个。是，自己来了啦，比较快。自己来，比较伤身体了。是想到。喂，喂，傅威啊，我是 Billy 啦，我跟你讲快点啊，太棒了，怎么讲？古代哈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是谁？古代不为五斗米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在录影，在录影，快点，你到了啦。什么？古代为五斗米折腰的是谁啊？对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陶渊明啊。陶渊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谢谢，好，再见啊，拜拜，好，时间到，掌声给他鼓励。好，吓得一头冷汗。来，我们现在马上要来看看正确的答案了。古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是陶渊明。姚渊明是谁？陶渊明，同学注意喽！你敢夸金家下？陶渊明，金家下姚渊明，陶渊明啊！一个女，一个赵，有没有？陶渊明不是吗？那是陶啊！算你斜度啊！那个陶渊明是五柳先生呐、啊。谁？五柳先生是陶渊明嘛？对不对？怎么有两个名字？有，他有些人有名字啊，比如说你叫王雪娥啊，也叫 Billy 啊，也叫 Billy 啊，对，怎么会有两个名字？都没调工，你别讲怕啦，现在对不对？啊，不，伊叫做文音的话，伊那得个叫做那音。那以前没有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的妹妹都太恐怖嘞，叫鹦鹉。睡你，我是讲要加管哦，别背都爱搞怕。文房四宝，毛笔、墨纸、砚台，纸还有砚台，这个就是那个啦。哦，笔墨纸砚，但是那个墨好像有一点点写错耶。啊，没关系，他能够对不对啊？对啊，真的。那个库斯拉爱吃鱼，小叮当爱吃豆腐啊。小叮当爱吃什么？怎么知道？倒变就是那个铜锣烧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有没有？真的，这个所以这不对了。电影院最常看见哪位艺人？我已经一年外无看电影。因为我自己当导演，错，那是谁？王宇文，有没有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本戏院总共有八个出口，他没事去做这个。对，有，真的，他有空的话，这是为公益的，有没有？有。当发生火警的时候，往两边门逃出去。如果啊。那是很久以前拍的，我是拍，他是拍好的，拍好的，然后他头发放下来，然后他有点毛毛的头发，对，梳的不是很顺的感觉。左右两边有两个逃生门，往两边走出去。如果你找不到逃生门的话，那你就死定了。他没有这样，他下面这样。哎，谁念跨个家伙都卖跨，就 combo 哎，我来照顾啊。第五题，好，过来第五题，急急大地震获救。孙氏兄弟在受困六天当中，靠冰箱里面找到什么来？苹果，苹果有几颗？
总共没有写几颗啦，他没有写几颗啊，有苹果算你对了，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，这个是实事，他吃了几颗？两颗好的，一颗烂的。谁戴着红帽子在充满杀机的森林里面走来走去？红金小姑娘，到底是谁？我想这是学姐自己发明的吧？没有，红金小姑娘就是绑一个红色的金子，然后她拿一个篮子在森林里面。金子是什么？那叫小红帽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是金，哦，小金帽啊。三角金头巾的，现在很流行的那种，对不对？绑成这样，然后他拿一个篮子在森林里，你没有看过这样的？而且他还穿三耳洞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有刺青。他有一个名字，真的吗？啊，这样，他有一个名字叫做无缝，好吧？啊啊，没事啊。金小姑娘。日本影坛看好成龙接班人，成龙二世是。谢霆锋啊，所以这个也不对啦。李连杰是自成一格。阿里巴巴要开宝库的门，要念什么口诀？芝麻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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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麻开门。这，他好陶醉，好高兴，答对了，好高兴。因为他答对了。哎，哇，你个假搞！你好可爱哦。你再多转两圈哦，人的脸会变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没有看那个广告吗？Michael 不是有拍一支那个电影 ？Black or White。我摇一摇，你赶快变进来，赶快变进来，快快点！变过去。换我。笑笑，哇！好干什么？像话嘛，真是。啊，芝麻开门。好。祭孔大典一般认为拔什么毛可以增长智慧？头发。拔头发，头发掉毛哦，所以全世界最聪明的应该是和尚咯，因为他已经被拔光了。不是有什么都用拔的啊，只有头发用拔的。阿纪啊，那个叫做智慧毛，是猪毛有没有？哎，牛毛，有一只牛啊，祭祀的牛啊。哎，牛啊，我们讲毛，事实上对牛来讲，它是它的头发啊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。我常会觉得，其实你我虽然想法跟你们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真的，我比较前卫。我觉得，妹妹，你这个题目，你会说毛是等于头发，就代表他真的以前有被麦克风电过，这是真的。我管你这个不对啊！我们看看，一、二、三个、四个、五、六。五个红金小姑娘不对了，算对啊，所以恭喜获得50分，有进步呀！进步，上次40分，非常厉害，恭喜你！来来来，阿纪啊，颁奖典礼这个就交给你了。好，第二一位要我们张秀清，秀清来准备了啊，注意啊，那你的这是你的笔呀。这是你的盖子啦，废话，我知道。那这是你的准考证啊，请准备了。这是我的麦克风，不是麦克风，这是你的大哥大。你等一下用这个跟人家讲话了，你拿反了，笨妹。喂，哎，阿金曼姐啊，好，好了，不能还就这样玩起来了。那个包邮啊，能把上过来啊，包邮啊，能把啊，画饼很好。包邮啊，北灰啊，预备，计时三秒，300秒开始了。看到贝利姐、王雪儿这样的资质都能够考到50分，张秀清伤透脑筋，撞破头脑，努力的作答。接下来就得看看他的朋友够不够力喽。不想接下来，你怎么写的吴中宝啊？反正大家看得懂。快点喽，快点喽，赶快打电话，快点打电话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哪里？哪里谁？谢丽金。你打给谁？没，因为我先打给比较聪明的啦。那你现在打给谁？那你意思就是说越打越笨就对了，惊死人那样呢？哇，做一朋友嘛就可怜了。回卡的那个国外回谢丽金。所以哦，我就跟你讲，平常要多认识一些台北科大的同学，对不对？我哪等你喂打电话？喂，阿姐，我是秀清啊。哎 ，Hello。我跟你讲哈，古代周幽王因宠爱谁而引起犬戎入侵，西周灭亡啊？你说古代什么？周幽王啊，因为宠爱谁，然后引起那个犬戎入侵。谁？妲己吧。妲己。妲己啊。褒姒吧。哎，跟褒姒、褒姒好了。妲己还是褒姒？再问一个哈。妲己就是褒姒吧。妲己，好了，褒姒啊，你就写妲己好了。好好来。
不能再乱了。下一题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句子出自何人？谁写的？古代一个诗人。古代诗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？是。好，来，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出自哪一个守则？助人三民主义啊。三民主义。对的，我三民主义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，然后香港网站最近发起一代鸟王票选活动，哪一个呢？好啊好啊，没问题。鸟王宝座，谢谢阿基，拜拜。谢谢阿基，谢谢。阿基，谢谢。进来，赶快，最掌握最后20秒，快。好，安迪哥。安迪哥。9、3、6，哎，他会不会在家？7、5，不要念出来。加油！现在剩下两题哈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答出来。哎，你觉得你写出来就是答对的？对啊，当然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喂，喂，安迪哥吗？安迪哥吗？小资吗？我跟你大资嘞，小资。我找那个安迪。好，秀君啊你。嘿那。你小资没有？啊，不是，搁讲讲遐侪，对啊，啊，真正咧接电话嘛，真古摸啊，你讲。讲，再来，我有讲答案。对呀。阿弟来啦，哎，喂。安迪哥，安迪。安迪路。喂。什么人？我秀天啊。大天啊。嘿啦，大嫂，紧嘞，叫恁翁啦，紧嘞，我袂赴啊啦。哎，他有问题要问你啦。嘿啦，有。要问谁啊？蒙利亚赛，蒙利亚赛，蒙我好啊，给蒙啊，给，早点。哎，同事啊，一点你再比我卡工算了。你讲我什么位啊？你讲我什么位？哎，大嫂，我跟你讲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我们就打给他看。我问你啊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这个句子是谁写的？句子谁写的？你等一下我。哎，老公，我太痛了，在问别人。你要跟周立波公拼呀？要不要？他还要问他老公。喂，安迪哥。嗯，你讲。我秀清啦，我是秀清。哎呀。你两个要冷淡呐，你两个阿拉伯起来快笑咩哟？这个男的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吴宗宪。我宗宪啦，我打听你的声，我知呀。我跟你讲，伊即马时间很紧迫，春备六娘娘。准备通话，没通话。春备六娘，好，问你个问题。我跟你讲哈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进来，这句子是出自何人？我在。所以我问了这么长，来，徐志摩，徐志摩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对吧？哎，安迪哥真的是不简单呐，能够答得出来哦。好，来，香港网站最近发起一代鸟王的票选活动，哪一位男艺人如荣登鸟王宝座？鸟王，郭富城。鸟王，一代鸟王。一代鸟王，谁？票选活动是哪个鸟？鸟 bird, 小鸟的鸟 ，BRD 鸟王，就是他是以这个身体构造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所以称之为鸟王，够长够宽，对的。泰迪罗宾，好，真的假的？就真的吗 ？TD 了，好，泰迪罗宾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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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搭鸟哈，好，我们现在要看成绩了，雪儿姐你危险了，我跟你讲。哈哈，我不用裸奔。对，这个错要裸奔呢、啊，让他去跑到巴德路。哎，真好，真好。来，我们来看答案啊。此次地震第一个抵达台湾的搜救队伍，美国，恭喜答错，日本。好，对不对啊？古代周幽王因宠爱谁而引起犬戎入侵，西周灭亡。褒姒，差一点点答对了，差一点点不对啊。怎么可以这样？那刚才人家讲答案的时候都不。他先讲，是我先讲，而且还认为妲己跟褒姒是同一个人，谁那么笨啊？对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句子，来自于徐志摩吗？来自于爱打麻将的志摩先生吗？等一下，同学笑这么开心，我们要问他到底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白居易。白居易。近日传出将在年底完成终身大事的荧幕情侣。荧幕情侣就是从事艺人的工作，阿林才好。荧幕啊，哎，拜托，荧幕哎，荧幕就是 TV 哎，哦对，就电视啊，有经常出现在电视里面。对啊，我们所以你写的是新竹市长，他也经常出现在荧幕。
对不对？对。那曲美凤她也经常出现在荧幕，所以是荧幕情侣，这样应该是算对的。对啊。好，所以恭喜这一题也答错。想了这么久还是算他错，因为他们并没有说要结婚吧。跟他讲正确答案，人家这里只是写情侣哎。正确答案是齐秦跟王祖贤。哎，齐秦王祖贤，尤其是啦。个子最小的艺人是白冰冰吗？以前是冰冰姐，但现在是我们公司的钟国红，才117公分。侦探两个半，那个半就8岁的身材。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出自哪个守则？三民主义。哇哦，哇哇哇哦！啊，青年守则，青年守则，好不好？那样呢？一代鸟王票选哪一位男艺人荣登一代鸟王？黎明，而不是泰迪罗宾，恭喜答错。一代鸟王正确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一代鸟王是指说他做了很多鸟事，对，其实真的真的，这个是比较一个讨侃，有没有酸葡萄、酸草莓奖啦，啊，什么那一些的。要注意喽，现在都第8题，我们学姐答对一题耶。啊，写出3个演艺圈艺人的艺名是可以吃的，胡瓜可以吃，嗯嗯，菜桃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吃。菜瓜，菜瓜是谁？菜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应该这样吧。龟了，龟了，对对，好，这个也算对了。其实还有很多耶，像桃子姐啊，然后猪头皮啊，大饼啊，九孔啊，啦，他们都可以吃啊，好多都可以吃啊。还有阿迪亚啊，不是阿迪亚哪里可以吃？阿迪亚，有讲人体器官了。那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不能，但你不能真的咬哎，那一咬那完蛋了。写出3位演艺圈投资副业成功的艺人。主持人，这个刚刚怎么没写 ？Jackie Wu， 对啊，你怎么漏掉很多啊？徐乃麟啊，飞哥啊，蓝心湄啊，陶晶莹啊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有开餐厅啊。娇娇也有啊，娇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题恭喜答错，1、2，恭喜获得20分，破纪录。雪儿姐，她那个题目多简单啊！我真的那么难，要不然你再问她一次。来，我问你，此次地震第一个抵达台湾，干嘛啦？风度，风度，对，风度。雪儿姐，看多开心，没有关系啦，好玩就好啦。对了，对，也难怪我们雪儿姐开心。想想这世间还有人比她笨，傻瓜就是你。恭喜获得20分，来，请准备，请入列。你的成绩单呢？我们会把你裱框起来啊，然后摆在这边，那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啊。注意了，再来是我们来自这个中国大陆一位歌后级的歌，很厉害的一位，这个能够这个上节目第一位就到我们这边，我们就打马赛克，让他整个做完答案再公布，好不好？这提升收视率，欢迎那英小姐。保证是那一，其实你不能怪秀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秀清跟我一样，我们哎第一次来啊。阿麦那个。哎呀，阿雪又已经来了好多次啦。怎么好多次啊？我这是第二次。第二次。第二这样也好，我们是第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常常来就越来越有智慧，跟我一样。哦，会越来越聪。对了，对。好，那我考你，我考你。够了。还有开始自愤不平，还有放弃。好了，阿姐，一直叫你啊，叫到下海拢老。叫咩老？我跟你讲哦，好，够卡戆嘛，无可能低于20分。而且有我讲，对不对？你今麦我拿10分，那我唔比我戆。无，我今麦唔是惊你10分，我惊你0分呐。你想要咩假讲咩实在啦？足恐怖的咧，我得注意哈，来比底价，比底价哈。准备啊，准备，免烦。哎呀，你能来个练一练呀？哦，你带笔啊，那好好。教他怎么写啊？他说什么你们就写什么，不能有意见的哦。一本向右看，起开始。伊丽莎白泰勒的新欢是伊丽莎白泰勒的新欢是谁？新男朋友。你刚刚咱新欢说的妙。他嫁了那么多人了，怎么知道哪一个啊？很有名的一个人。唔知，给你唔知。下一个，好来，写出30则24孝的故事。24孝，有下面。你现在还空白了，对呀，好惨了啦，好惨了啦！为了这一次地震灾难前来救援的墨西哥搜救队，有什么有著名的什么之神？什么之神？是一种动物哦。没有狗哦，没有狗哦。那个那个狗嘛，狗什么狗嘛？韩什么狗？外国的狗嘛？外国的狗？外国的狗？是我们怎么会搞外国跟台湾家给呀？对，听一下。请问，生命探测器主要是借由红外线探出人体的什么反应？
生命探测器。这次地震震灾的时候，很多人日本的啊，搜救队都带来啊，生命探测器是探测。那等你这样，我打电话，好，打电话，阿姨，打电话。叫这个都是博士级的啊！先打给赵富强，下一个。你唔靠这个啊？叶青，你靠我一个用唱的。啊，来者是好人呢。今麦是几点嘛？你卡啥咪电话？哪用心？你会使吼？到三点你甲叫伊个病。啊，你哦，惊死人个呀！喂，强强，阿姨你好。嘿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准备洗澡。洗澡？那先不要洗啦。好好好。先出来啦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在露营啦。哎，陆无通先跟阿雅跟阿宝的节目啊。是是是。是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洗澡你们光溜溜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有完全光溜溜。阿亮，过来一半啦，过来一半，不要问那么多啦。阿强。哎，你说，现在有一个事情哦，要请教你啦哈。你要这么客气，请教我。我对你客气，你会觉得很怪哦。他说请教你，是因为他知道你光溜溜，所以请教你啦。不要乱讲啦。这还要拍手吗？哎呀，我们赶快来，请问你哦，伊丽莎白泰勒的新欢是谁？他现在还有新欢吗？糟糕，我也不知道。伊丽莎白最新欢是谁啊？你旁边还有人 ？Michael Jackson。哦，对了，会倒退那个啦。哦，会倒退，知道啦。是吗？他们两个躺在一块啊？等一下，赵哥，你在洗澡，而且还全旁边还有人哎，还有女生。你也赶快啦，不等一下阿强感冒怎么办呢？我没有感冒。阿强，你现在是鸳鸯浴上，你洗澡还可以问旁边你跟讲哪？不可能啦，只有他一个啦。他是我妹妹，妹妹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妹妹跟你一起洗澡。大家好，我是他妹妹。都多大啦？哎，你们家好窝盆哦。窝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请问啊。哆啦 A 梦是哪一个卡通人物的原名？小叮当。小叮当。好。哦，在哪？是不是？好了，那这样就好了哈。哎，对对，那个阿强，那赶快去洗澡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赶快洗澡。时间到，什么到？我们还要打，我们还要打一个这个嘞。哦，叶青点。哎，对呀。怕话吗？哦，怕我那把就。我跟你讲哦，好，你打给叶青哦，但是我们要用唱的，要不然时间已经到了。咱拢用唱的才行，我先给伊问好哈。好，他一定通的啦。一定通的，你单麻雀拍嘛？哪下面啊？不是单拍麻雀，是单麻雀去甲拍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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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？来者是叶青小姐哟。咱都会要吹。哦，卖讲咱都会，拢是家己的人啦。哦。你好，我是吴宗宪啦，我边啊是文英阿姨。哦。宝琴啊，嘿，阿叶青嘞，哈，今天不是叶青哦，好丢脸啊，真的丢脸，丢了又丢了。哎，那宝琴啊，你不是叶青，你唔都卡早讲，还我跟你乱 A 乱 Q。啊，你度假不是你个人笑，我咧，啊，拜托你叫叶青阿姐啊，来来来，准备要唱喽，要唱喽，哈。喂，小青青啊，喂啊，小青青，对啊，我没量过，他是小青青，我是小英英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你来拜托拜托拜托拜拜阿姐啊，叫小英英，我三秒钟，阿宝干嘛怀疑啊？我三秒钟的时间哦，我你穿，我没量过，叫不行啊，叫嘛，那个小青青啊，用唱的，宪哥要用唱的，啊来就是叶青小姐，我今晚点啦，你今晚点啦，你用惊一个啦，我今晚在录命就对啊啦，嘿安娜，要用唱的来回答哦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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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童话故事来电啊，谁被王子亲吻了以后从睡眠中醒过来？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拜托你，小青青，你是个来要求你啊哟！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哟？你笑声实在有恐怖啦！啊，你唔知就讲唔知啊，笑个呢？啊，就是唔知，你在要笑我一口哟。啊，问一下啊，生命探测器。主要是借由红外线探出人体的什么反应？是虾米啦？够笑啦！你们录的是哪一个节目啊？综艺旗舰 Hello Jacky， 今麦台湾收视率雄关的节目啦！对对对对，多谢啦！好，小青青，谢谢你啊！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好，来，那我们赶快来看答案啦。吸干稿哈，伊丽莎白泰勒的新欢是哎，窦佩卢威小美兰 ，Michael Jackson， 对了，对啊，哎，击败韦德地震前来救援墨西哥救援队有什么自称？外国的狗。
啊，来救援不是带过来啊？哎，你看人家外国的教，你来看卖偌厉害。人家来这救援，你敢若入去内面歇一下，就知影讲内面有安尼，哎，还够有人伫的无？他是咱这教一日训练声，你知无？拢全你训练扣弹弓啊！扣弹弓啊！本来就是啊，啊，无就该发功叫安尼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只有这样子啦，哪有什么？哎，弯刀会告过握手啊，好不？那叫我就是跟他安尼念啊。弯告过，give me five。哎，我就讲叫站起来安尼念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哎呀，是无地鼠之称。地鼠之称。地鼠。跟狗没什么。他们能够挖进去，好像地鼠一样，所以能够挖掘找到。钻到很里面的地方。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是卡通人物的小叮当。哦，秀晶赢了。谢谢，恭喜三弟呀！这三个女人属于龟笑憋无尾的，对吧？骨臭逼无尾。三郎的心结。好啦，啊，这个是不是曾国城？哎，赈灾捐款10,000元被誉为小儿科，然后再捐200,000的艺人是曾国城，对吗？哦，有一个跨买瓜厉害，这是我自己打的。这个是啊。啊，这块也不是好代志啊，你自己打的。所以吼，我都讲嘛，别讲，这是他自己打了，我们都没讲哦。啊，本来就是我讲的啊。啊，外国人在打完喷嚏会说一句话：“啊，蒙暗色的，还我感冒。”错错错错，因为他知道这样错吗？一定是 excuse me。对，我要讲，可是我不会讲啊。打完喷嚏，打完喷嚏会讲 excuse me， 但另外别人会说 God bless you， 他绝对不会讲那个 I'm sorry。对，外国人的情况下，啊，请 excuse me， 其实不好意思啦。其实那是比较文雅的。在美国南部打完喷嚏，啊，请 follow me， follow me， 谁要 follow 去哪里啊？哇，就是希望你也跟我一样。能够感冒赶快好起来。哦，我俩这公你也跟我一样感冒了。是是是，童话故事里面被王子亲吻了以后，从睡梦中苏醒的是谁？黑人牙膏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醒过来就拿黑人牙膏来刷一刷。啊，了解了解。对啊，这个叫做睡美人啊，好吧。阿牛是哪一位主持人？昵称张飞飞哥。哎呀。生命这个对，这个对啊，这个对呀，我认哈。哎，是是，生命探测器主要是借由红外线探出人体的何种反应？呼吸。哎，有没有？而且啊，他人家还有。你们怎么笑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不是，他没在笑。那个张飞叫做阿牛啦。不是，黑哥叫阿牛。黑人牙膏。黑人牙膏。还在笑黑人牙膏？我是故意的啦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人跟咱笑，拢不是一款歹代志，但是叫一个这么灵光的人跟咱笑，那一只鬼起来死死的较好，我就艰苦。我留一个啦，卖安尼啦。是啊，我艰苦，伊来跟咱笑。他在笑，笑黑人牙膏，他说是我跟他讲，没有啦，是金金梅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就容易了啊。哦，牙膏谢谢。今天为什么大家笨成一团，然后都很开心啊？对，真俗语说的真少，一笨还有一笨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答成绩了。一题，两题，三四五六，60分。好，谢谢他们。耶。好，所以今天担任我们最笨的一位呢，就是我们张秀清小姐了。是的。好，现在张秀清小姐准备裸露上半身到八德路去拦计程车。大家准备看咯。注意哦，观众朋友千万不能转台，最精彩的来了。橘子虽然不大，但是它也是属于海螺。有一种是海螺，你有？海螺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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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细点吧。啊，碰干的不干款。你敢灌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你说它是橘子啊？橘子，橘子。金橘。金橘也有这么小？还可以泡茶喝哎。金橘只有这么小哎。人家说金橘就算它金橘。